这是什么？衣服啊。哎，买个小包包背这个手指不就行了？这是围裙吧？那你是给你做饭用？妈，你要不要一个？我不要。您包饺子的时候要用。我再来看看。哎呦，特漂亮。好看，来个拍张照片来，快快快。好看吗？哎呀，你不要用这个相机，我要用我的手机拍，我要美颜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哎，没有在这包包，在这口袋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完了，我的美颜相机也没有了。我这里边有美颜。来，我们俩拍个照片来吧。嗯。哎呀，我带我老这个地方搁哪边儿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再拍一张。这个男士的。这个地方放放再走，两个森林鸟两个嘴就开始在那找上了。慢一点，哎，我没事。哦，这里真的是我的，其实我的皮鞋比妈的还滑。我给你带来一双鞋，你换不换？我真的给你带了一双鞋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你说你换不换吧？你换我就有，我就能够变出来。你不换就没有。我换，因为这个鞋特别滑。真的戴上了，哎呀，哎呀！你呀、啊，你就是为了美，为了臭美，你不换鞋，快换了。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，他给我带了一双鞋子。嗯，他不是不愿意做，他只是有时候想不到而已。所以，我其实从来没有从心里去怪过他。我所有的跟他的怪呀、啊，可能都是表面上的。嗯，你喝水吗？我喝我自己的杯子。你杯子在这儿呢。太厉害了吧！你虽然没有带包，但是你好厉害啊！怎么样？用我的实际行动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意。别动，你鞋带有点开了。哎、我自己，哎呀，你手都坏了。我顺便帮你把鞋带也系一下好吗？对啊。我对你太好了吧？给你系鞋带。谢谢。幸亏我换了双鞋子哦。